全世界最炫耀的房子，老外去了都直呼中国人了不起。位于贵州的梵净山是中国十大避暑名山，也是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，在这里留下了10至14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，孤峰突兀，断崖陡绝，沟谷深邃。梵净山为武陵山脉主峰，海拔2494米，原始生态保存完好，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，比如黔金丝猴、珙桐等珍稀物种。梵净山势雄伟，层峦叠嶂，坡陡谷深，群峰高耸。到达山顶草甸层后，立于山头的一尊奇石像赞美人而伸出的大拇指，你是第一。梵净山的蘑菇石高约10米，亭亭玉立，看似一处极清，其实岿然不动，它已经在风霜雨雪中飘摇11年以上。老金顶是梵净山最老最险的那个顶，海拔2493米，上下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非常陡峭。在顶上有一座庙，中部裂缝明金刀峡，将金顶一分为二，上有天桥相连，堪称天下第一峰。攀登金顶需由右侧沿从绝壁上凿出的狭窄石灯，借助铁链手脚并用才能攀援而上，倘若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。从金顶远望，白云无际，浓密出如堆积的心绪，稀疏石像宝玺的轻纱，